好的，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画面呢，包括画面当中大家所听到的声音，就是我们看当时整个大堤实施爆破时候的震撼画面。可能能够发现，埋在地下大概2.5米的炸药，在发生爆破的这一刻呢，其实它会将泥土顶向天空。那么330多个炸点逐一爆破，在空中形成了一锅爆破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大堤现在已经是完全看不到它的踪影了。我们来看一看堤上现在的几个小的细节。首先，在我们旁的牛山湖的水位，在过去的两个小时当中的一个渐次发生爆炸的一个情景。而虽然我们在空中。现在你看到以后的话，从昨天晚的我们一晚的吧，整个时间，全面的进行组织，然后设定，最后实施以后的话，今天啊7点钟准时正式施爆，非常成功。两湖现在已经彻底呢，就是解决了一个原先阻断的，就是我们这个从牛山湖这个，达到了真正啊。梁子湖变成了大面积的梁子湖，后远处的这个水在注入到牛山湖之后呢，将会注入到身旁将近6.2万亩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水域当中。沿湖的堤岸，包括其他的这种道路，都在严密的监控的过程当中。所以，其实今天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，都是和安全、和这座城市的安全、和未来面对更长的汛期的降雨的考验。